好久没有来马来西亚了啊！这个今天来到马来西亚，这几天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孔雀明王法会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见面啊，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共同研讨一下。那么收集了一些问题啊，那这个。 我们就就着问题啊，来和大家这个探讨。网上呢也有一些同修在这个网络上看，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一些联系的方式啊，通过工作人员及时的转到现场来。那么我们尽量啊多的回答大家的这个相关问题。这收到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自己或是家人被下降头应该怎么办？被下了降头会有什么特征？哈哈这个，实际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这个东南亚特别的严重，啊，那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下降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啊。呃 有一些这个鬼神对你的一些干扰，当然这些受驱使的这个鬼神呢，大部分是邪灵、邪鬼啊，就是属于这个层面的，它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下降头的方法呢有很多，那么咱们马来人也有自己的方法啊，这个包括我们当地的。 一些这个土著也有一些自己的方法，那么在中国呢，嗯、呃，大家听到的这个比较多的叫茅山术啊，那么这个呃也有给人下降头的这一说，但是茅山术本身，嗯，是三毛祖师啊，这个中国有个茅山派，它是属于道家正派啊，那么它是通过这个啊这个。 遥控术啊，那么通过一些符令啊，一些特殊的技术方法，那么驱使鬼神在法界中帮人。另外呢，呃，和今天的量子纠缠有点相似，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的技术方法的连通啊，那么通过一些遥控术来帮助人们解除病痛啊。那比方说这个。 人在美国啊，一个师傅现在在吉隆坡，那么怎么帮他啊？那这个呃，病人又不能来吉隆坡啊，这个师傅又不能马上到美国，那么需要这个病人又很紧急，那么要救他的命怎么办？说是他通过拿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现在很简单了，传个照片也行啊。那这个叫全息啊，全息的一种。 呃，科学技术就是只要有这个人的影像，这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啊，甚至是这个人用过的一些呃这个东西啊，身上穿的衣服，呃，都可以用来这个下降，啊，都可以用来下降。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遥控术最开始它是茅山术呢，它是为了救人，救人，呃，那么它有的是用木头刻一个人。 呃的形状，然后呢，呃，把这个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时写上去，啊，通过这个招魂术，那可以把这个木头替代这个人，那么在这个木小木人上或小纸人上或者小布娃娃上面扎针，啊，那么就对应着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病人。 比方扎他大椎，那么他这个大椎穴他就有反应，啊，扎他这个一些相应的部位啊，那么他相应部位都会产生真实的反应。那等于说这个布娃娃、这个呃木头人呢，这个纸人，他就是那个人啊，他把他魂魄调过来了啊。那么这个呢，在今天叫量子纠缠啊，这个量子纠缠它发发生什么作用呢？就是。 呃，有关联的一个量子对儿，就是两个量子，那么它是没有时间空间的，呃，跨越时空进行纠缠的。最早科学家是把量子对儿进行了五十公里的，嗯、呃，这个实验，就是把一个量子放在咱们现场，另外一个和它相关的量子对儿放到五十公里外，那么他后来发现，那么。 眼前的这个量子呢，嗯、呃，发生这个变化的时候，五十公里外的它是同步发现发生变化的，就是这儿左旋，那个右旋，然后它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它就是一个阴阳，啊，那么它就是向不同的方向旋转，那么都是当下哦，现在对好几点几分，这边移动，再一看，哎，没有说五十公里它需要运行几秒啊，还是运行。 几分钟啊，结果那边就同步发生变化了。那后来科学家又把这个远距离、更远距离，啊，那么最后把它送到太空，啊，那么最后还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啊，所以是这个在古代叫神，啊，叫神。所以说我们以前很多概念呢，呃，这个名词不一样，但是今天借着量子科学，实际上。 都可以很好的破灭了，啊，都是科学，啊，都是科学。那么这个在中国古代，那么最快的速度不是光速，最快的速度叫神速。什么叫神速？就是瞬间跨越时间空间，当下发生变化了，这个就叫神速。也就是说，没有时间空间。 同步发生变化，就是所谓的这个下降头也好，用不用在你跟前，或者用不用什么不需要啊？他用这个这种相关的技术啊，可以跨越时间、空间，跨越这个啊，他不在你马来西亚，他照样可以对呃这个需要下降的人进行下降。只不过呢，今天呢。 这个叫下降头，以前是遥控术，啊，这个名词大家要知道起源不一样。那么这个下降头呢，它基本上是我们归为这个邪门邪派的学术这个领域。那这基本上它不管因果，就是谁让我整人，只要给我钱，我不管，呃，道德伦理纲常是否，哎，这个被整的人是冤枉的。 求我的人，他是别有用心，他不管这个，他只认一样东西：你给不给我钱？<laughs> 你给我钱，我就，我就我就来帮你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他自己本身是降头师，他怨恨某些人，啊，怨恨某些人，那么他也就是用这些法术类的东西来这个对所怨恨的人啊进行遥控，啊，进行下降。 你们马来西亚这里吉隆坡这有一个马来人，啊、哦，他很辛苦，他这个，呃，是得罪了他阿姨，他阿姨是个降头师，啊，这这现在老师不是讲神话故事啊，这讲的，呃，你们的真实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有神通有功夫就了不得，没有啊，这里有正有邪啊，啊是真实的情况。 那么他得罪他阿姨以后，他这个阿姨在当地，呃，乡下他就是个降头师，啊，就对他施降，啊，施降。那这个被施降的人是一个什么反应呢？就是精神失常，精神出现严重的异常，啊，自己呢不能自控，自己知道这个不对了，但是不能控制自己，啊，所以说这个。 马来人最后也是找遍了这个他们本民族的这些宗教师啊，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功夫师啊，呃，帮他，那最后都没有成功。后来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找到这面来了，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善巧的技术方法帮他解了降。啊，解了降以后，他的精神就不时尚了，就睡眠就很正常了。 然后呢，一段时间还可以去工作了，啊，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是说，呃，师傅帮你解降，他是要要求你自己进行一个保护，就是那么师傅可以帮你这个解这个降头啊，破除这个降头的这个降头力，但是他还可以再对你施降啊，对不对？这一个降破了，他还可以，他怨恨你，他还可以再，那你不自我保护，他就。 到时你又中招了，哎，又中招了。而这这个马来同胞后来也是最后呃一段时间很好了，后来呢就是这个要求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完全按照呃我们的吩咐，那么后来又中将了啊又中将了。那最近听说又不太好，说是解了将是不是就永远解了将？未必是这样的情况。 那看那个降头师，因为他是，呃，养了很多的这个邪灵邪鬼，他可以做耳报神，就是来报告说，哎，你要整的那个人现在被人解救了，然后哎，你看你要不要再怎么整他？他有这种鬼通，哎，有这种鬼通在给他做耳报神，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人，这个是一个。 一个失去了灵性的一个族群，实际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六道中，我们人类因为这几千年的教育，背离了实相教育，说变成了我们只重视物质界的东西，只追求这个百分之四的物质界的东西，去贪婪，啊，得到了，呃，就更贪。 得不到了就去嗔恨啊，那么失去了人生真实的目的，就变得愚痴，就是一辈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来是生死轮回解脱的这件事你忘了，说是就变成愚痴了啊。那么还有什么我慢？觉得我人类是最了不起的啊，人类是人是最最高贵的啊，其他的都我都不用理你。 啊、哦，那这就是是什么？我慢啊。那么还有就是怀疑对这些功夫师啊、正法的啊传法师啊，那么不信任。还有对我们到底这个鬼神界是否真实存在啊？古代说的六道是否真实存在？生命的实相，人死之后还有一个灵魂转世，这是否存在？产生怀疑。 啊，对古圣先贤的教育产生怀疑，那这个根源出在哪根源很简单，就是你们认为科学、科学家的东西，如果有鬼神，这个照相机应该能拍到，摄影机能够录影的到，啊，这个我就信了，否则的话我就不要信。二零一二年之后，科学家。 公开声明：我们这个宇宙只有百分之四的，占百分之四的比例的物质，我们的科学家才能用仪器测出来，用仪器展现出来。这包括了我们肉眼不可见的细菌、微生物啊、细胞，那么 DNA 这些组织在内，包括巨星系在内。那么这都是什么？ 才占百分之四，也在我们生存的空间中，还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比例数的，空间和空间物，空间中的生命体，我们是现有科学是完全不能，去实质展现。但是科学家经过种种的科学实验证明，这个空间，这个暗物质能量。 暗物质颗粒、暗物质生命体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这不是要讨论的问题了。那么，古圣先贤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今天科学家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证明了，他们早都用科学实验证明了在96，在百分之九十六的世界里面，确实存在着。 六种生命体，这六种生命体，一种是天，这种生命体叫天人，天人呢又分成这个欲界有六重天的天人，那么色界有十八重天的天人，在色界十八重天的最上方有个净色界天，啊，那么这个是叫长期光土，是诸大菩萨。 呃，诸大成圣的人，成了佛菩萨的人、阿罗汉的人，居住的净色天，也在色界天，但是它不是天界，它是常寂光土，啊，那么在上面有四空天，四空天就是想五边处天，这个非想非非呃非想呃非非想处天，啊，十五边处天。 啊，所以是那么有四空天，空无边处天，就是空虚空有多大，它这个空就有多大，叫空无边际。这种四空天，这是天界天人的这个形象。那么遇见六重天的天人，跟我们人类很相近，有吃饭的需要，有男女性爱的需要。 叫食色性也，这是欲界六重天的天人，都和我们这个欲界人那是有一样的欲望的，所以叫欲界天。那么再上去是什么？十八重色界天。到色界天，他已经没有对这个我们的吃饭的需要，没有对男女性爱的需要，可是他们这个追求。 色法的极大化极美化，说这样根据根据这个色法的大和美，那么定出了色界有十八个层次的天，也就是到了色界，那么色界天的话，越天越高的人长得越高，天人长得越高，它的宫殿越大，那人长得越美，然后宫殿哎、呃、这个也美。 他的报所报世界，一报世界也是无比的巨大，啊，无比的这个圣美，啊，这是色界一重比一重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在希腊，呃，雅典娜神庙、宙斯神庙建筑物都极其巨大、高大，这跟我们东方的庙不一样。 啊，这跟当时生活在古希腊传说中周四这个周四神，然后这个生活在希腊一段时间啊，奥林匹克山这个地方神人共居过，那有关系。大家知道，到日本神庙就很小。 到了这个尼泊尔神庙就更小，是因为他们人个子长得小，所以他们的庙不需要建那么大。他们觉得他们的神那么大也就行了。但是你为什么到了希腊？希腊人不是很高，他为什么建那么巨大的那个宙斯神庙？还原了以后，宙斯神庙那个神像的话就是几十米高，啊，说是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证明间接证明了，在色界天的追求中，啊，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极大极美的这么一个一报世界存在。但是到了四空天的人呢，他就是基本上他是不需要什么了，什么都不需要了，连色法也没有了，宫殿也没有了。你谁能盖个房子？进虚空变法界这么大？而他是空无边处嘛。 这个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嘛，他你你能想到的都不是，你说你非非想，是不是又不是不想，是不是这里面很多的？哎，那么这个老师跟你讲是什么目的啊？我们讲到下降的，他讲这个是什么目的？那就告诉这个大家要建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生活的宇宙。 我们同处的这个虚空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构体，不是像你想象的，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我们没有去埃及金字塔不存在吗？啊，你照样存在啊。没有去长城，长城不存在吗？照样存在啊。是不能以我见，不能以我思，故我在。不是，它是一种实在的东西。 是，正是像我们的世界这样，你不见它，实实在在的也在。那么六道所处空间的世界，也是你肉眼不见，它真实存在。一定要有这个概念。那么在天人之下，又有一个世界叫阿修罗，阿修罗的世界。阿修罗它跟欲界天天人很相近，但是它有天人的这个福报。 阿修罗很富有啊，欲界天他怎么吃饭？欲界天就是你想生，就是我想吃什么，一想，砰，马上送来了；我想喝什么，砰，一想，马上送来了。这些是欲界天嘛？欲界到了第六重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就是你想什么，砰，自己就画出来了。你不用种地，你想吃什么，那自己就来了啊。哦 并且是最好的、最美的味道，啊！吃完饭呢，想着没有了，歘，连碗都不用洗，啊，就不见了。房子说这个住的不太好，我一想，哎，我住个什么样的房子，砰就成了。啊，想升天，他就他就是这么妙，真的，啊，真的。说纯想即飞，飞入心中，那么你就升天，啊。 当然也不是你们现在的精神病似的想象。哦，咱老师说了，那我在家里想我的房子多美，坐这个小破屋子，在那想，你看我的房子现在金碧辉煌，什么什么，我死了以后我就可以升天了。不是这回事那这是易报。你要有天人之德，你要积大善，啊，这个纯善升升天。你不行善，你这个没力量，没有。 真正的天界的易爆的物质，你造不出来，你想也就白想哦，所以在这这这里面是要重视这个。那么下面的这个刚才说的阿修罗界，它跟天界有什么区别？我们刚送孔雀明王经》，就是阿修罗这个入与天人共战时，我们天龙八部都来帮忙，呃，这个龙啊，是吧？呃，大要叉神呐、啊，啊，这些。 哎，这个嘎丹婆啊，哎，这些都来帮忙，总共天龙八部都来帮忙，啊，与这个帮助天人和这个阿修罗界作战。阿修罗界它是怎么一个世界？它有天人的福报，就是它也是你想什么它就来了，但是它没有天人之德，就是好争斗，它有个争斗的心，啊，所以是那么这个，呃，这个空间的这个。 生命体呢，它有这样的特点，啊，说它经常去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啊，并且呢，它在我们人类世界也有代表，也有代表。这刚才老师讲了，所有的这个，呃，六道众生在人间都有代表，都有代表，也就是他们要作用人的时候。 作用我们人类的时候，他必须是要通过人来作用人的。天来打了你一巴掌，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人打你一巴掌，你马上就恼恼羞成怒要跟他斗，对不对？所以阿修罗要整你的时候，他要哎支持一个人来整你，<laughs> 啊，是不是？那么地狱里的一个鬼要来报复你，他要附在一个人身上整你一下子。 啊，恶鬼道的鬼，他要整你，他也是附在一个人身上整你一下的。那么还有八难横死道的这个恶鬼，啊，今天来了个朋友，他说家里老是很臭的味道，啊，这个房子里就莫名其妙，经常老臭的味道，啊，为什么？八难横死的，这个没有人给他收尸以后，他烂了，烂了以后，这种鬼跑到你家里去以后。 你家里就带着一种很臭的味道，很臭的味道。所以说是巴难横死，它是这个样。那不单这个，这有一些动物精，它这个形体，狐狸精、蛇精死了，死了它的形体腐烂了，没有很好的这个处置，它也带着臭味儿可以跑到你家里去。所以不是你的鼻子坏了，因为全家人都有这个，那就肯定是有东西。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open 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空间的宇宙中。那么各道都有代表在人间，所以人间有像天人一样有福的人，人家想个什么不成问题，想个房子马上盖一个，按照自己的愿望就盖起来对不对？想着有一个好车，哎。 买一个，明天就开走了，啊，这就是什么？这种人就是我们叫这个已经是上了岸的人了，已经财富自由的人了。啊、他就是类似我们这个天界众生嘛，心想事成嘛，马上一想就就实现了，那不是跟天人一样？那也有人间阿修罗，人间阿修罗是什么？他是阿修罗的代表，那、啊、他很富有，但是他天天活的这个。 不自在，天天找人吵架。庄子说：“哦，日以心斗，就是这种人。每天一醒了，我今天跟谁去斗？今天斗斗，嗯，人家有个扑克牌叫斗地主，他是想跟人斗、跟天斗、跟地斗，其乐无穷。呃，说跟张普生去斗斗，去骂骂他，呃，发一个 Facebook，然后骂骂他，呃，是看看谁在这个网络上嘚瑟，我就骂骂他。” 啊、哦，那这这就是阿修罗的代表啊，他就没事他就是找人斗，啊，所以说你遇上这个就倒霉了。那你要不要跟他斗？你要跟他斗，你也是阿修罗，哎、啊，没有智慧，<laughs> 就不要跟他斗，不理他，不理他，他就斗不起来了，呃、啊，他就不玩了。啊，所以最好的这个就是不要跟他们去斗，这个是人家阿修罗。啊，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恶鬼道的众生。 也有在人间附附在人身上，有些人一吃就呕吐，一吃就呕吐，厌食症，啊，那为什么要呕吐？因为恶鬼他吃不了那个东西，他让你吃，吃了以后你啊一呕，啪，这个东西是气出去了，化成了气，恶鬼可以吃，你们叫辨识真言，对吧？ 啊，这个咱们这个诵经里面有个辨识真言，因为你食物放在它没办法气，你非得把它化成气，化成它可以吃的东西，哎、啊，恶鬼道众生就可以吃了，叫辨识真言。啊，所以他这个恶鬼附人，他一定要你吐，吐了以后你吃什么吐什么，然后他就可以吃了。啊，那结果这个人就变成一个瘦骨丫的，什么就跟恶鬼似的，啊，这个就叫恶鬼道的。 这个呃，在人间的这个看到的这个代表，那么还有人间地狱，人间地狱大家知道，这个你们去哪儿就容易看到了，去医院啊，去医院里看到那各种各样的病人坐在那儿，哎呀妈呀得受苦，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就像火烧的，然后冻得直打哆嗦，那就像寒冰地狱来的。 对吧？那这个，呃，有的就浑身疼，那就是在过刀山下火海，啊，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冷，一会儿怎么样呢？哎，你到医院里，你可以看到人间地狱，啊，你就知道，哎，地狱原来也是在人间。那这个以前这个我有个学生，那么他就是这个，呃，小腿一下都是黑的，小腿一下都是黑的，这个冰冷冰冷的。 然后什么医生都看不好，到我们这儿来，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呢，这个我一看，我说：“哎呀，你要赶紧忏悔，赶紧宵夜。他说：“师傅，怎么了？”我说：“你这个一半身子已经下到地狱去了，已经在寒冰地狱受苦了。”啊，说是你这个人他脾气不好，嗔恨，他见什么人都恨，嗔恨，嗔恨这个生火，那么反着在另外一面就是寒冰。 啊，说是,是他就已经小腿一下全黑了，然后那个，那么我们叫穿铁靴子嘛，啊，你在地狱里，你穿铁靴子把你钉在寒冰地狱里，说是哎，那么就教给他方法忏悔，大量的消夜。啊，再用中药用针灸，哎，很快的他这这个身体就好了，他这个地狱的业消了，消了以后他这个病就见效了。 所以我们这些功夫师呢，我们是一些代表圣者在人间，哎，给你们做实验、给你们做证明的人。不是我们有多能耐，是我们要经过这些。呃，老师，你们没见过这些案例，那么老师见的是呃上千个、上万个案例，那么这种我们都见过了，都见过了，那就师傅告诉你的说。 六道在人间都有代表，你要注意去鉴别。那么你也要看他是什么病，啊，有的人这个脾气不好，他是人间阿修罗，好斗，好斗，你就要化他这个好斗之心，让他不好斗，然后就治了他的病了。啊、哦，那就给他讲，诸不做，忠善奉行，要包容，要有宽容心，要有天人之德。哎，他超越了。 他改变了，然后哎，他由阿修罗升到天界去了。他的灵将来是这样升华的，否则他就是一个阿修罗的灵在人间入了人体，然后展现出一个人间阿修罗的好斗、争强好斗。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个圣贤不骗人，他为什么要骗我们？ 他又没有版权费，像我们现在写个小说、写个什么产品作品，要收版权费，书好卖，我这钱就多了，是吧？拼命的宣传，他们不是这个，他们是把这个宇宙实相、我们的暗物质世界、空间界是怎么一个结构，他把它看到了、证明了以后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圣人都是这样，释迦牟尼。 讲不讲阴阳界？讲不讲鬼神界？啊，大家知道，你刚送完《孔雀明王经》，那里面什么都有。难道他骗我们不是真的？如果是佛法不讲鬼神，把鬼神都从佛经中提出去，佛经就没了。所有的佛经都是要跟六道众生怎么打交道，怎么借助六道众生积功的功德圆满，你成佛的。 没有六道，佛经基础就破坏了。那么耶稣呢？耶稣基督，大家看圣经啊，耶稣可以赶鬼啊，你说他有没有神通？你说他有没有讲不讲六道？他讲炼狱，你做不好，你做不好了下炼狱是火狱，你做好了，做好了升天堂。天堂呢有两个层次的天堂，一个是这个乐园。 乐园好像我们所说的天果世界，啊，就是我们说的欲界天、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么这个不行，这不究竟。他说你要回到那个由乐园上升到天国，上升到富那个地方去，就是原发点上去，是不是？那你要上去，上到更高层次。哎，那个世界叫什么？那个世界叫永恒的世界。 啊，叫永远光亮的世界，永远光明的世界。说是，那么他也讲六道。穆罕默德，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讲不讲？也讲。孔子讲不讲？讲敬鬼神而远之，也是讲鬼神。神之不可以堕死，可以格死。啊！你跟神打交道，你要感格，你要感应。 你看不到，你可以感应。怎么感应？那不好的东西来的，毛孔都竖起来了。啊，我这个到到这个香港，以前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他这个秘书原来很活泼的一个女孩子，后来这个整个人沉沦下来了，消极，想自杀，然后不想干活整个人就消极起来了。 在一起来了以后，他就觉得不太对劲。后来他听说我去香港，他陪我去。他说：“你要我务必救救这个我的这个女秘书。”那他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老板，他很有钱，啊，他请我去帮他那个秘书。结果我们上到他那个秘书住的这个，呃，他那是一体四户嘛，四个门，一个电梯上去。这个他一出电梯。 他那个毛长啊，那个汗毛长，这个全都站起来了，整个的身上啊，哎，全都，他说：“师傅师傅师傅，不不不不不好了。”我说：“怎么？”他说：“你看我这毛全站起来了。”我说：“是你害怕了？”他说：“不是不是，自己站起来了。”实际上那个那个邪神邪鬼太厉害了。 他这知道这请了个高人来，他就提前弄这个介绍人，啊，把他那个毛弄的，我就看着挺有意思。我说你不用怕，我在这儿你怕什么、啊？他说我没怕，就是这个寒毛直竖，就是就是这个、哎，成语叫寒毛直竖，他就立马就竖起来了。啊，后来一进去，哦，好厉害。 啊，因为香港啊，他们都拜拜烧香的人特别多。他他自己是信天主教的，呃，信基督教的这个秘书，呃，三户人家，这个外面都有什么土地炉，有天公炉烧香。这一烧香，招的邪灵都跑他家去了。他是不烧香的，也、哎、跑他家去了。啊，这进去把他清了，清了，哎呦，马上的这个屋子就亮了。啊，就是用。 驱除法、攘除法，就把这些鬼神请走，也不是杀的。然后邪神请走啊，屋子马上凉了。然后给了那个女秘书一杯水，一喝啊，整个人精神起来了，突然好像活过来。他说：“哎，我怎么这这几年就像老是迷迷瞪瞪的？哎，今天怎么喝了这杯水，好像我想，哎呀，我家咋这么烂呢？他几年都不收拾卫生，那个东西乱扔，他自己都不知道。” 而是这个这个不叫下降头，这就是邪灵邪鬼魅人啊，就是作用人的一些案例，这个都讲不完，太多了。我这这十几年经历的，从师傅让我出山开始处理这些事太多太多了。说是那么这个这些故事告诉大家什么东西？真的，这些下降的人为什么会下降？有两种原因，一就是。 他恨你，对你有怨恨，他也懂这个法术。一种就是什么，受人所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他有这个法术，他收了钱财，他帮人，不管是你是对还是他是错，他不管啊。那么就导致的这个变成邪门邪术了。我在新加坡治过一个女孩子，这个生了孩子，生了孩子就不能走路了。 这个家人还准备跟医院打官司，因为他这个也不是剖腹产，自然生了，生了孩子以后，结果是这个出院出不了了，为什么？腿不能走路了，啊，就是半瘫了。结果这个医院也没办法，怎么治也治不好，然后最后就说我们愿意赔偿，你还是回家住吧。这一弄就好几个月，这个腿就是不能走路，只只能躺着。 要人伺候，找了很多名医什么治不好啊，最后通过朋友找到我了，找到我我就去一,一看，我说：“哎呦，我说是你有个什么亲人懂法术？”他说：“我叔叔。”我说：“你怎么得罪他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他了。”我说：“后来我说是，那你想想啊。”他想：“哎，我最近我这个奶奶给我留了个房子，是叔叔在住着。” 那么叔叔一直不肯交房子给他，说他现在就是找律师通知他叔叔搬家。结果他叔叔玩是什么？他叔叔是把整个房，他为什么赶叔叔走呢？是奶奶过世前，叔叔只是把自己一个屋子耍黑了，整天在那个黑屋子里待着。这奶奶一过世以后，家里没人了，他一个三房式祖屋，结果全家都刷的黑黑的，整天关着个窗帘闷在家里。 那这女孩这个继承人，她要去要这个房子，叔叔就不搬家。然后呢，通过律师找了，这叔叔搬了，怨恨他，然后就对他下架。他这个搞黑屋子的，基本上修这些邪灵邪术的，他用了什么叫五马分尸匠？五马分尸匠就是他把他这个侄女的名字写上去以后，用了一个小人然后用五根绳子。 把这个掉掉了，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叫五马分尸，头这一块四肢给他掉一块然后给他那个关节弄断，这就关节都不能动了啊！成功了以后，试降成功的人，他就整个瘫在床上，就不能起来了。然后我这玄关，嗯，是为什么当师傅要有这个本事，就是要能看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然后就把他那个五马分尸降破了，把他那个。 用一个剪刀，当时在功夫界把他那个线绳剪断了，然后再去用功夫把他那个断的腿根不给他接上去了，啊，然后再，呃，给他用这个针灸术一调，啊，这个第二天就能够走路了，啊，说是再不出一个星期，人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我们经历的这个。 是事实真相，因为当年我我这个要来南阳之前，我的师傅熊春锦教授啊，那个当时就是让我去一趟茅山啊，他说你将来要去南阳，你去一趟茅山。我说师傅，我去茅山干什么？我光知道历史上有一个茅山是三毛真君，是真正的道家成道的三个祖师爷啊。后来这个就接到一个信息，说让我去学茅山术。 啊！尹太师师傅告诉要去学茅山术，因为我们这些接到信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跟熊老师，我的师傅去请教。我说师傅，他们让尹太里让我去茅山学茅山术，师傅说去学啊。我说啊，你让我去下降，<laughs> 我知道茅山术在南阳给人下降。师傅说你怎么这么笨？你是正道的这个传承人，你怎么可以去下降？你要不要给人解降啊？ 我说那那对呀、啊，解降可以学。他说你不会下降，怎么给人解降？啊，这这这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你必须先知道那个降头它是怎么下的，怎么下的你才能知道怎么解啊。我、哦、一听有道理，哦，这就去了这个茅山。去了茅山以后，这个去拜三毛祖师。大家知道这个什么师傅？师傅为什么叫涅槃啊？涅槃就是他们没死。 很多人以为是涅盘是师傅死了叫涅盘，那你就不懂这个道理了。他是获得永生，他的已经变成光陨身了，他成就了，他没死，他在另一度空间色究竟天上活着呢，活着呢。那他你这个人间这个他又不能来，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化身，就是你弄一个像，我们孔雀明王像、佛像，哎，那么他分一点灵在这个。 向上面，然后通过这个灵跟他的本尊在联系着，说这是化身的作用。说你在拜那个，实际上在上面拜呢，但师师傅们在上面呢。哦，去了以后就一拜，拜了以后，哎，我就看他给了我一个白的那个辣条做的一个木棍儿，啊。 这个我们师傅说，你这个将来拜山的时候有什么宝贝啊？身后有个百宝囊，他他要收徒弟的时候，他教这些，然后啊，说你都要把它一变就小了，就可以背在自己那个无形的百宝囊。我就把那个棍儿收了，收了以后，我这个回去要交差啊，拜完了以后回去交差。那这个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这个他什么宝贝没送我，这送了一根木棍 啊，一个白木棍儿，白拉条子做的木棍儿。师傅说：“拿我看看。”我这是从后面一掏一想师傅一看，哎呦，他说这是宝贝。我说：“那是什么、啊？”师傅他说：“权杖。”三毛祖师他是很朴素的，他没什么金银送给你。他这个以前在山中修道成道的，他就是那个山上的那个木条子煮的拐杖送给你了啊。这个就是我说师傅这个有什么作用？师傅说这个是权杖。 以后你在江湖上行走，遇到解将不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拐杖拿出来，然后朝那个人一点，将就破了。啊、哦，说是这个，我说那有什么用？他说师傅，师傅说你未来要到南阳了。说师傅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师傅？他可以看你的未来。他说南阳这个地方呢，牛鬼蛇神特别多。 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四九年不允许搞的东西，啊，民间巫术那些东西，这个共产党要搞无神论，所以是就把他们就禁止了。禁止了，很多人就不服气，他就跑到国外来了，跑到国外来了就搞了一些什么牛鬼蛇神，什么意思？弄个观音像，哎，弄一个老子像。 结果不是观音，不是老子，是弄的蛇精附在上面，牛鬼附在什么上面，这个黄鼠狼精啊，狐狸精附在上面。结果你去当观音拜，结果你拜不小心，那你就把一个狐狸精分灵就请到家里去了。你觉得你请了个观音，实际你请了回去的是个狐狸精，啊，你那肉眼凡胎你看不见，那有什么反应呢？就是从你请回去以后。 你就开始不顺了，因为它是黑的，它是这个。但你求邪的，它会中啊！求个马票啊，给你个什么多多号啊，给你个 four D 号码，哎，他帮你这个，哎、呃，你求什么？这个很好使。结果一求一好使以后，你他帮你挣了钱了，他要你的命，要你身上的生命光，他要这个，他是通过吸你的生命光，然后去增长他的功力，然后去。 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你我帮了你，总得感恩吧。我跟你要点也不多要，要点命呵呵啊。说你会短寿，你会黑，你会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啊。你长得漂亮，晚上他还跟你睡觉啊。这个压压床压你，这些我们见的太多了啊。这个今天没时间给你们讲太多的案例，但是我们都是真实的，这个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案例。 那这不不能骗人，这个功夫师呢是直心是道场，怎么来个事都要给你们讲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是牛鬼蛇神太多以后，你行走江湖，那么需要这个，啊，需要这个，所以说，哎，后来真的到你们南阳管用，啊，帮了很多人解将啊，所以说，那么大家第一呢，不要得罪人，要做和事佬。 啊，和气生财，和为贵，啊，不要跟这个什么人都去斗，啊，你什么人都去斗，你遇上一些不良的这些，呃，人，他又找得到这些邪师、这些歪法邪法的人，他就能整你，啊，整你。第二呢，就是不要去乱拜，啊，这儿有个庙，那儿有个庙，啊，就去乱拜。那今天在冒法时期，这个。 功夫师就是师傅们修炼的师傅很少，你很稀有。你像我们在南阳走了这几大圈儿，这没见几个，没见几个说真有这个秘诀，有系统的技术方法引导人怎么去实修实证，帮助人自己能看，帮助人自己能证明这些。 大部分都是你信我，你要拜我，你把钱给我，然后你依赖我，我就可以保护你。我下地狱，我可以让你成佛。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让你去拜拜，道理说不清楚。那这种基本上是邪门外派的比较多，因为他理不通，法不随。像我们正理的这个师傅教出来的弟子很辛苦，你要学一卜星象山五大门技术。 五大门技术，我呢跟师傅学了十年，师傅说我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了十年，嗯、呃，我跟我师傅一起学的上万个徒弟，这个也没出来几个成的，嗯、呃，就是这个你还要真的耗这个才行。但是我今天跟我的师傅熊春锦教授，我到现在我跟他将近三十年了，还在跟他学东西，学不完，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教学体系。 里面太多的精华了，不是像你们想象的，我会一招就行了，哎、一下子就完事了，那都是基本上邪门歪道的，啊，什么我师傅哈一下，我这哈一下我就有功夫，这都基本上邪门歪道附体型的，都不是真正正修实证的，正修实证是你要成佛，我们要成佛，这就是真修实证的，啊。 否则是说你依靠它你就可以成佛，这都是邪门歪道，啊，没有这回事因果不灭，因果自了，啊，师父们教你怎么去了因果，怎么去了缘，是教你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这个刚才讲的下降头，下降头，它通过这些术，到底是谁在作用呢？ 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有很多的鬼神啊，他这个你像这个我们叫五鬼搬运术啊，这个五鬼这个作用法啊，啊，这个不要眼睛就亮啊，不会教给你们的啊，这个你没这个使命不教给你们，呃，他们都是就去真的去坟里挖五个人头出来，然后用香啊，用什么供，然后。 嗯、呃，剩的就不告诉你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去用这些邪门练，练了以后，这五个灵就听他使用了，来听他使用了，啊，这些太多的一些邪门邪术的东西了。但是基本上玩这些人的人，他有个典型特点，他的眉心是发黑的，啊，脸也是黑的。 啊、哦，那这个就是你看见这样的师傅，他神通很厉害，远远离他们，为什么都不是正法，连个人的气色都没有。还有一种被鬼灵附体的，他的脸是惨白的，啊，你们就经常看有一些人，他神通很广大，但是你一看他身脸上没血色，啊，我们人是热血生命啊。 他没血色，就是冷血的一类，对吧？蛇精附体呀、啊，狐狸精附体呀、啊，这种是附体类的。附体类的基本上他是这个脸是惨白的，玩阴鬼的都是脸是黑的，眉心是黑的。啊、哦，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江湖行走的口诀啊，这个狐黄蛇鬼四大类，啪，你要修到那个层次，师傅会教你，啪一点就知道。 对方是什么出身啊？就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们？说是老师给你们讲多了一点，目的是告诉你真有，真有下降，真有邪灵附体，真有阴灵干扰。那么好一点的，你可能被八难横死的鬼缠上了，被一个吊死鬼缠上了，这算好的。你要知道啊，被一个这个车祸撞死的鬼缠上了，被这个什么？ 那这是这是算你比较幸运的，啊，这个不幸运的，刚才说的就是直接他就要附你的身上你的体控制你，啊，因为你乱拜，然后他就想把你这个肉体占据为他所用，说那借你的肉体去说话，借你的肉体去做事儿，这就叫邪灵附体。动物仙儿允不允许他什么修炼？允许。那么在这个法界呢，有一个。 呃，玉皇大帝亲封的一个侯爷叫三山九侯，啊，他这个是修到侯爷位了，因为侯爷上面有王，啊，有伯爵，有王爷，有伯爵，有这个更高的这个帝皇这些这些封封号，那修到侯爷已经是那不错了，已经是王爷这个水平了。 那他的名字叫三山九猴，那他是统领所有的动物精灵修道的一个师傅，他是正的，他是玉皇封的，但是所有动物修道帮助人，必须自报家号，就是我是狐狸精，我是长虫精，我是猪大仙儿，猪大仙儿是什么？我就是野猪精嘛，对不对？ 啊，那么你必须报名号，人家还愿意你帮忙，这个可以。比方在新加坡就有一个狐狸精庙，香火挺好的，啊，什么人去拜？女人去拜，啊，这个希望狐狸精帮他勾几个男人来，啊，这个不好的女人去拜，不是那正经女人去拜，啊，香火挺旺的，还可以。这个你不能去收人家，这是这是规矩，人家已经报出来我是狐狸精。 那我就帮人，你你求我，我帮你，啊，所以那这些就是什么？这在江湖上，人家是自立门户、自报门号，你不可以去干扰。但是他假冒观音菩萨、假冒什么王母娘娘、假冒玉皇大、假冒什么仙佛，这个就不行。那雷神也不干，然后这个呃法师也可以收，啊，所以说那这些呢，给大家讲。 所以是三山九侯师尊呢，那他也是主持正义的，在这个法界也是为正法九传注释，那么弘这个护持的。大家在修这个呃孔雀明王法的时候，哎，很多的这个山中的大王啊，那就是属于这个类别的。 啊，那么这个什么大仙儿，什么大仙，什么大仙儿，哎，这个就是指的这个类别的。这个我们在修道门里面叫仙门，你马来西亚有这个门啊？你你看，你说他是报字号说我是仙门的，仙门的很多人以为就是正法修这个神仙术的，不是。凡是这个这个报仙门的，都是动物仙儿主法的。 就是他上面供的师傅都是动物仙儿附体的，啊，那么就是要懂得这个区别，所以是江湖很凶险，你们不要以为在城市里就没有江湖了，啊，江湖是到处都是的，啊，这这些就是你要有一个师傅指导你，不懂不懂，经常问问，经常问问，哎，这个门派是正吗？我可以去吗？啊，那你就不要误入歧途，啊，不要误入。 说仙门就是归三山九侯师尊管的，他也严格的纪律，啊，他也这个护持正道。那么就是我们看《孔雀明王经》中很多大仙儿，很多这个这些动物的成的经，也是在护持《孔雀明王咒》《孔雀明王经》。说为什么这个把它带来给大家？那么并且这个。 你真正中了将也好，被邪灵附体怎么办？那么在《孔雀明王经》中告诉我们一个善巧的方法：持念孔雀孔雀明王心咒。啊，那么在这个经中告诉我们，逢是持念孔雀明王心咒的人，那么如果是有冤家来讨债或者仙家来干扰，头做七分练。 就是谁都不可以去再干扰他，说是那么他可以解一切降头，这谁给你下降了？你们将来遇到一些人被人下降了啊，又找不到师傅来马来西亚啊，师傅又不在吉隆坡怎么办？你们替他持念孔雀明王咒，心咒，那就帮他解。 这是谁做呢？欧难就是这样做的。欧难就是释迦牟尼说完孔雀明王法以后经以后，欧难持孔雀明王经咒，然后为那个沙地利比丘去执念，结果他就醒过来了。啊，他是得的什么病呢？他被蛇咬。你看这蛇咬你一口你就昏了，实际没那么严重，蛇毒没那么严重。他是被那个蛇精所魅。 啊，你们说被狐狸精魅住了，被这个现在人也可以魅人啊！你们注意一点，<laughs> 魅力四射的人也可以魅人嘛！啊，这不是光是狐狸精可以魅人，蛇精可以魅人，所以你们要有智慧，不要动不动就被人魅住了啊！这个不是被精怪魅住，人也可以魅人，所以要小心啊！不要这个这个用情用错了啊，纯情嫉妒。 所以今天呢，我说这个是什么道理？这今天在台湾，在你们这里，还有在很多师傅，他是精怪附身。精怪附身以后，他这个为了多供养、多钱财，他就拼命的给你用情。用什么情？就是很感动啊！我这个几天见不到这个师傅，我就流眼泪，我想他呀。哎呀，我见到他这个就高兴的不得了啊！呃、哎，这个。 你就问题出来了，因为你不是在跟他求法，你是中了情花毒了，啊，你们知道这个《射雕英雄传》有个情花毒，懂不懂？哎，他已经给你用了情花毒，用了媚来媚你了。他实际不是他媚，他是后面那个动物精怪通过这个人在媚你，拿你的这个命，拿你的灵光，说这些人脸都黑黑的，然后就。 也不能够真正讲出个道法来、经法来，哦，所以是大家要重视啊，不要被这些所魅。所以是这个这个沙地利比丘被什么魅？被蛇精魅了，咬了他一口，然后把他的灵魂给从肉体中魅出去了。这一魅出去，缠住不放，他就昏迷了。人的灵魂一出体不回去，就昏迷了，人就昏迷不行了。 所以，有一些人这个被车撞，被车撞了以后，这个他这个结果他昏迷不醒，昏迷不醒，这个是怎么回事？他在被强烈撞击的时候，他很恐惧，灵魂飞出肉体了。这个时候，如果是有邪灵冤家伺机讨债，他也就从此就不行了。那非得要用孔雀明王经咒，或者找到这样有法力的师傅，去在调停，使那个媚他的。 放掉这口怨气，使他的魂魄归体，他就可以醒来。那么这是遇到的，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他是撞了没东西没他，但是他一恐惧以后，尸体被搬走了，是肉体被搬走了，他的灵魂跑出来了，找不着尸体了。哎，这个时候往往就在当地的土地庙啊、城隍庙啊，或者是你像新加坡的四马路观音庙啊，那叫十方道场、正道场。 哎，帮他把那个灵魂收在那儿。像我们懂的，就到这个，呃，这个车祸现场，然后在周围定点查询有什么庙，然后去那个庙里走一圈然后可以把他的魂魄用白手绢儿、呃白帆布，然后给招魂，给送回去，那个人就会醒。这个在台湾，我当时是有一个人出了车祸。 那我已经买好飞机票要回来新加坡了。嗯，那个人是求到我一个学生叫李大师门下了，求啊，李大师也没招了，最后就问我说：“师傅怎么办？”我说：“这样，我这个飞机票是不能……我说你去，他那个，因为我叫玄关嘛，我说离那个车祸地点五公里，大概是向呃一个方向走五公里有一个土地庙，他的那个魂魄在那儿，你去把它收回来。” 啊，拿着白手绢就收回来，然后回到那个医院，盖在那个人脸上，呼唤他的名字，然后他就醒过来。果真就是，他们家人这样去做，就醒过来了。所以这这些大家要知道什么道理？就是我们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组合体，组合体。人家下降下在什么地方？下在你的灵魂体上。 因为它隔空，它没有作用。拿一刀插在你肉上，它下在你的灵魂体，是你的灵魂体，是你的五脏神受伤，就神、灵魂、魄。魄神神有五脏神，有三魂，有七魄，有,魄有最核心的灵啊。这个灵被人拿走了，人肯定是没得救了。魂魄出体还有的救。 啊、哦，所以是那么伤了你的五脏，是伤了你的五脏神，因为五脏都有主人，他把主人伤了，没人做功了在里面，所以你的五脏就从此就生病了。我们叫神伤，啊，有的人悲痛过度了以后叫伤了神了，神伤，神伤，真的是伤了神，这在灵魂系统它是就是这么回事儿，说是。 在古代的圣贤让我们重视的是百分之九十六的，用今天科学家讲，重视百分之九十六的空间里的真实相，不只是重视百分之四的真实相。这今天换句话说，今天的医生能治你多少病呢？只治你百分之四的病，啊，还有百分之九十六的病治不了。那要治百分之九十六的病怎么治？ 找神医呀，啊，找什么样的人叫神医？他能够通灵，他能进去跟你的魂魄打交道，能够跟这个你的冤亲打仇冤亲债主打交道，让他们不再来伤害你，把他超度走，把他安置好。这个冤家易解不易解，这个怨意解，哎。 病就好了，这就叫神医。所以他为什么这个有些人的病治了几大年，进了治了半辈子治不好，遇到个神医三下五除二一两天，哎呦，轻快了，哎呦没了，哎呦没了，那神在哪？哎，他会治你神呢、啊，治你的魂魄，治你的灵魂啊。然后另外在百分之九十六的世界帮你安顿你的冤亲债主啊。 说是在以前的这个大雄宝殿里面，他们做什么呢？做这个地藏殿、观音殿，就像我们这个正规的今天的，呃，你们昨天参加法会的这个坛城布置，就是大雄宝殿，啊，放诸佛菩萨，然后还有个地藏殿，还有个观音殿。通常这个右手是地藏，左手是观音。地藏专门收这些什么，就是那些。 冤亲债主的要等着去超度的啊！这个观音殿是什么？观音殿是诸佛菩萨从上面，然后祝福我们的地方。说是传统这个，呃呃，观音殿用红牌祈福消灾，地藏殿用什么？用黄牌归土，往下归归于黄泉去超度。你看它的颜色都是。 这个有讲究的，这个观音殿用红牌让你红红火火嘛，对吧？你就亮丽了，你就发了，你就好了啊！说是科学，科学这个叫玄学，玄门科学就是幽冥世界眼睛看不到世界的科学。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当成一种说教。 啊，当成一种热闹。那如果这个寺庙也好，这个道观也好，这个神庙，如果主法师傅没有法力、没有神通，他不能连通法界，那这个地藏殿和观音殿会不会起到作用？不会，因为他没请来地藏，他没请到观音，因为他不能通灵啊，他不能够通法界，这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到末法时期，真到末法时期，就是大部分人是刷嘴皮子道子，刷嘴皮子道的人多，念念经说说经的多，但是真修实证，练通中脉，练到头上九个洞，啊，练通自己身上的七万两千条脉，任督任督二脉中脉，啊，这个莲花可以在肩颈，在头顶。 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弹指都可以出一朵莲花，这样的师傅太少了。这样的师傅就必须要实修实证的，哎呀下苦功夫的，啊，所以是，那么谁应该成为这样的师傅？你们在座的每位都是这样的师傅，都有这个潜能，就是你要跟师傅学，真学实证，你不是只听他的课。 那么就像一个徒弟跟师傅学炒菜，那必须下厨亲自炒，你否则你只是看师傅炒，你看几大辈子你也不是个厨师，你炒的菜特难吃。所以大家要知道，实修实证是我们每一个这个啊佛门弟子都必须走的路，不是听经，不是热闹，不是跟着跑啊。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前期帮你清心消业的。 清了音，消了业，那你的智慧就开了，你的聪明就出来了。因为你是原来是被人昧住了，这个也昧你，那个也昧你，鬼也昧你，六道众生也昧你啊！你这个脑袋就盖着几层布，你能清醒才怪呢。所以说你不清醒就没有智慧，清醒了，醒过来了，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哦，所以说解降。 这个问题就是中了将怎么办？那么就是送孔雀明王咒，送孔雀明王经。这个有福报的人啊，找师傅哈，这个找师傅，这个呃，说师傅你经常不在吉隆坡，呃，实际刚才老师已经告诉你，没有时间和空间啊、呃，你只是把那个电话连通了，它就好使啊。那这个跟我久的人，这个说。 这个电话也打不通，在飞机上，我这个这边有事儿怎么办？嗯，那就是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万一有事儿，把张步生弄个莲花托着，放在自己的头顶儿，啊，所以说你们要多看老师几眼，呃、啊，老师不媚你们啊，你们要媚老师啊，就是。 记住他的样子，实在有什么问题着急了，把他开一个莲花，莲花梗插在自己的中脉，呃，老师在顶上放光，啊这个张大师求你帮忙，哎，就好用啊。这个就是你要肯连通，你要鼓掌就使劲鼓，噼里啪啦的多没个意思。这光吹不行，很多人是这样的把事给解决了，那可以解决。 啊，再实在危急不行的，就是呃，一定要找各地的工作人员。我们在各地设立中心，这么大的成本，这么大的代价的目的，就是给众生一个窗口，给众生一个可以医治的地方。真有问题，不客气来中心找。啊，那么他们可以帮你连通，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连通到师傅，那就可以护持，就可以护持。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被下降头，它有什么特征？就是完全不能自主了，行为、思维、意识，他他有的人他是自己知道的，啊，我在新加坡也是一个马来的同胞，呃，他这个被人下了三个降，啊，这个一会儿是老鹰展翅。 啊，那个样子，一会儿是个狗熊爬着的那个样子，一会儿是一个大男人扭蛇腰子，妈很难看。一个大老爷们在那拧拧拧这个，你们看那个还挺过瘾的，叫什么舞台步是吧？啊，这个呃呃，你们看一呃，那个新一展览的那个叫什么啊时装表演啊大老爷们儿二二扭啊好难看，蛇精附体，三个精怪附体。 啊，那我当时在给他解僵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吓死了。为什么那个呃咒力下去的时候，他就满地啪啊，那个呲牙咧嘴的要来跟我斗，就是他那个附体原形出来了，啊，附体原形出来了。那最后还是把他解了，还是解了。啊，解了以后，哎，他就醒过来。他说：“这个我知道这三个啊，三个附在我身上，但是拿他没招。” 这种被附体的人被下降很短寿，因为他伤你的这个精精气神，伤你的阳气。人活就是一个阳寿，什么叫阳寿？就是你体内要有阳气，你阳气不足了，命就没了，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说这些邪精邪怪，它附在你身上，它的目的就是吸你的阳气，啊，阴阳的阳，太阳的阳，阳气。 阳气尽了，阳寿就尽了。说被附体的很多人，他是短寿。那这在法律上，在明律，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有一个法律是坚决不允许的啊，它是违反条律违反条令的。所以大家要好好修，修成一个大法师，你就可以帮助这些人，真帮到众生了。 而不是只是说这个时候我给你念心经啊，你听啊；这个时候我给你念观音圣号，你听啊。他才不理你那个，啊，他不会慈悲的，他慈悲他就不负他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丢魂落魄症是怎么回事？中了该怎么办？最近呢，我接了几个，呃，你们西西的名称叫自闭症的孩子。 呃，几个都很明显。一个就是在加拿大，呃，温哥华有一个通过 Facebook Facebook 见到我们的，然后他这个知道我们这个机构可以办这个事儿，他的孩子得自闭症，然后在温哥华也是治了很多年，然后这个没治好，啊，后来这个呃见到我以后，我跟他说你的这个孩子不是自闭症，啊，然后是丢魂落魄症。 因为这个孩子呢，小时候摔过，摔过了以后头被磕了，磕了以后魂魄就出体了。魂魄出体以后呢，他这个，所以说我们中国叫坐月子，特别重视这个坐月子。坐月子里呢，孕妇不可以出门，孩子也不可以出门。孩子要叫过百天什么叫过百天？一般的是要过一百天，就是三个月内不要带带孩子到处跑。 为什么呢？小孩子他的这个刚刚降生的时候，灵魂、魄、魄神这四个东西都不全，都还不稳定，都全了，但是不稳定。就是你带着去晚上出出去吃东西干什么？结果是有他们的眼睛都还松果体都是还可以看到东西，他一惊一吓以后魂魄出体，你把个人的肉体、孩子肉体带回家，那魂没回来，魄没回来。 魂没回来，这个孩子就成痴呆儿了；魄没回来，这个孩子做什么事都害怕，有的甚至严重的影响到自己的这个体内的这个发育不良。啊，这个魄各有这个呃它的这个作用啊。我我有一堂课专门讲三魂七魄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那么都有作用，三魂是怎么七魄的？所以说这个。 这都是传承，这来自道藏，啊，不是这个我讲，是我师父讲给我了以后，那么从道藏又找到了依据的，这都是传承，啊，就不是为什么释迦牟尼说他一辈子没讲经，因为他不是自己讲，他都是传承，古古佛是这么讲的，呃，他也这么讲，老子也是这样的一个传承，孔子叫述而不作，就是他对所有的东西只描述不创作。 没说这个是我编的，你编的就是胡编乱造，对不对？就瞎编。那这创这个树就是描述，哎，这个花是红的，我就告诉你它是红的，心是黄的，有几个瓣儿，那它真在我面前，我就描述它给你听，那就是事实嘛。是大家要知道，所有的圣人没有创作，所有的圣人都是述而不作，就是描述传承，啊，自己。 还要去实验实证，就是师傅这样传承给你，你去实验是否真的是这回事真的这回事再跟人家讲，啊，否则叫鹦鹉学舌。那你就必须说，这个是我师傅讲的，我师傅叫什么名字？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哎，你实证了，证明了以后，你可以说，这是我描述，为什么？我实证了，真是这回事 这个叫直心是道场，不妄语。什么叫妄语？你听别人说了，你没说是那个人说，你就说你是你自己说，这就是叫妄语，胡乱说话，对吧？所以说我们看经典都是子曰，子曰是什么？孔子说啊，这个然后佛说佛曰，对吧？那只是释迦牟尼说啊，如是我闻。这个你看、这个，这个这是。 欧难在描述释迦牟尼的时候叫“如是我闻”，是大家都知道。哦，这是他从释迦牟尼佛那听到的，不是欧难说的啊。所以是，那么这些大家要重视。今天不是这样，今天是乱七八糟、胡编乱造、自己创作。我以为说，所以我就叫他们精神病者、精神病患者，应该去那个精神病院住住一段时间再出来，胡编乱造、胡思乱想啊。 然后，这个丢魂落魄症，它的典型特点有两种：一种是躁狂症，一种是抑郁症。这两种症状基本上都是丢魂落魄。躁狂，躁狂的这种属性呢，基本上是，呃，这个啊、呃，三魂不全。还有一种痴呆，啊，痴呆儿，那么也是这种情况。除非他先天不足，有先天不足的，一出生或者在胎里就不行的。 你讲有一种叫什么症嘛，对吧？小儿得的一种什么症，那就是在胎儿的时候他就是不全，那是因果的东西。但是出体它是好的，结果后来出的问题都是丢魂拉魄症，啊，那么都应该去招魂招魄啊。这个在中国农村呢，现在没有了，我们小时候还有。这个那个时候小孩子受惊了。 这个回家以后发高烧，啊，发了高烧以后呢，这个奶奶不去看医生，拿着个破脸盆然后在大街上敲，然后一只手上面拿个棍子，棍子上挂了一个白布条然后小三子回家喽，小三子回家啦，梆梆梆梆梆，满街敲，在他受惊的地方满街敲，回家以后把那个白布往孩子脸上一盖，啊，立马烧退了。 啊，你吃什么药，看什么医生都好不了，为什么？受惊，然后惊吓，然后魂魄出体了。说是后来在新加坡也是，刚来的时候也遇到这么一个病例，母亲特别感恩。第一天见了我，我就给孩子喝了一杯水，把他魂魄用那个水收回来以后，叫他孩子喝了，那都是矿泉水，没有不讲用药的，也是被。 磕了头的，就是摔了后脑勺的，啊，我让他母亲磨，我说是我用功夫一看，我说你这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摔了，他说没印象，我说不要紧，来磨他的头啊，这个一面是平的，一面这有个凹槽、哎，一磨，哎，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哎，最后我说很简单，喝个水，先把他这个魂魄招回来，然后回头我给你一种药酒，用这个服，服了以后进到大脑里面。 使这个脑神经恢复正常，使头骨能够长起来，这是祖师爷传的药方啊，都好用。所以大家一致的要重视一个传承体系是很不容易。就是他是不是师傅说这个人看书学的那那不行，一定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这样口口传的。嗯、这个他就有很多的招然后去这个把这个丢魂落魄给招回来。 啊，然后招回来以后，这个新加坡的那个母亲第二天就发来简信，她说：“我的孩子终于回来了，啊，这个孩子又跟之前一样的活泼了。”他是在一年之前参加一个同事的葬礼，啊，结果那个同事就看上他孩子，非得要带着他孩子也下去，呵呵勾他的魂儿，他孩子的魂儿，整天弄得孩子丢魂拉魄的，呃不正常了。 就是就是整天就是发愣发呆啊，这些这些状况啊，要么就是胡言乱语，有一种丢魂乱魄症，就胡言乱语啊。所以是这个，你们马来西亚今天有个母亲也带孩子来了，也是这个问题啊。这个一岁半的时候，呃，从床上摔下来，他母亲都忘了这个事儿。是我跟他说，我说一岁半孩子摔，他想，哎，对，那个时候摔得蛮厉害。 从床上掉下，掉下来以后一看，呃，头也没破啊，然后就没去管它啊，但是实际这种轻微脑震荡以后，造成我们的大脑里面是脑浆，脑震荡以后是系统紊乱，啊，它就发生语言障碍，最后发育这几年下来，孩子已经几岁了，四岁还是几岁忘了？今天那个他这个头骨也是一半长好了，一半没有长好，啊。 这个左边没长好，左边没长好，影响语言功能，啊，影响这个数理功能、逻辑思维功能，啊，说是就产生了，嗯，不太一样，也是医生也是说自闭症。注意，西医只能看百分之四的病。我再次强调，大家要重视。说是以,以前有了病先找什么人看，都是先找师傅看。 师傅再出招你你看中医，你去怎么样？你去那个啊，你再去这样去安排，啊！但是现在也不要找师傅看了，啊，叫非法行医啊，那个罪也是蛮重的，啊，因为你要医医生执照才能行医，啊！但是我们不动刀不动枪，不要不太要紧，呵呵功夫师还是允许看病的，啊！但是这个就要注意这些，我们叫这个丢魂拉魄症是很好治的。 你们要注意，遇到一些躁狂症、抑郁症，孩子不太正常了，就赶紧想办法让他们来看像老师这样的师傅，啊，不要去跳桶。那个地方。新加坡这位女士呢，带着孩子呢，她就是去了找那个跳桶的。为什么后期她一阵儿好一阵儿坏？那么最后我处理的时候是那个附体，她因为她去那些跳桶啊那些庙里面去的话，基本上都是附体。 附体要找马仔，什么叫马仔？就是驮着他到处走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做马仔，就是做载体。所以他们老是弄着那个孩子灵魂出体，然后他要上上身，上那个孩子的身。谁招惹的？哎，你你老是带他去跑那些地方干什么？说不可以。我一个学生，他的孩子这个在台湾上学路上，这个撞鬼了啊。 那个孩子自己知道，然后走着十字路口哎，觉得有一个东西从自己的这个正面穿过去了，穿过去了，马上就恶心就吐，然后头就晕，实际没穿过去了，是创创了个活进去了，进去了他这个哎不行了，走不动路了，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去把他载回家，这一说怎么回事？哎，妈妈知道是不好了，他稍微知道点然后就赶紧他楼下有个神庙。 就去找那个神庙的师傅帮忙，神神庙师傅折腾了半天，好了，没事了，回家了。回家过了几天，不行了。这个女儿说，那个时候她才十六七岁吧，一个小女孩，那就就说，哎呀，是不行了。说是现在每天晚上找我来说话五个，原来是一个，现在是五个。<laughs> 他、啊、这一看吓坏了，这女儿也不会说谎啊，这这怎么办？哎，我那个时候在新加坡打来电话说：“师傅，赶紧帮忙！”我说：“怎么回事？”他一描述，我说：“你第一个第一次为什么不找我？”他说：“想着你在新加坡，我们在台，在高雄，这怎么帮啊？这没办法，所以带着去神庙了。”我说：“好嘛，你这个那个神庙呢，找了五个鬼，一个打不过人家嘛。” 就找第二个，第二个打不过，又找了三个、三个、四个、五个把那个打跑了。五个打跑了，人家帮着你了。你回到家里，人家到你家里做做客有什么不可以啊？你告诉我，我帮你，我到你家看看你，这这黑社会老大一样的话，你你这个我帮你讨债、帮你干事的，那我现在到你家喝杯茶、住一住有什么不可以啊？黑社会他不像警察，警察是不可以去你家住的。 正法是不可以，正神是不可以邪神他不敢。这个，他就是要到你家去沾光，去住一段时间。啊，最后我说，那你面前摆碗水，然后我借着水来调，然后借着水，然后把那个五个给请走了，然后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我们讲的都是真实案例，没有在这编故事，不是聊斋，都有真人真事，你们可以去访问。啊。 不是那这个就告诉什么？就是大家不要去乱找这些神庙，尤其在你们南洋地区。这个我在你们吉隆坡有这种案例，不是特别特别多的，就是槟城啊，槟城十个庙九个都是邪灵主主张的，结果槟城很多人受害。大家特别虔诚，到处拜拜。 什么庙有事都去拜拜，因为很虔诚，结果拜着拜着就出了问题了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啊、哦，那么这个希望大家呢，就是要拜佛在心中拜，佛在哪里？佛在汝心头，就是在你的心中心，在你的皇庭，那是你的真主，那是你的自信佛，啊，待会儿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会呃借着那个问题给你们讲一下。 说不要向外拜，不是不要向外拜，找一个师傅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向内寻求，叫内证法、内求法，不是向外求。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伊斯兰教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传承，咱们在这个马来西亚讲伊斯兰教的传承。伊斯兰教大家都知道，创始人叫穆罕默德，但是今天你们谁能找一个穆罕默德的画像出来？ 没有吧？我所有的这个清真寺里面没有穆罕默德的画像。为什么不让你外求？因为他让你找的是真主。真主在哪？真主他们说在这个地方。啊，真主安拉，什么意思啊？翻译成中文也挺有意思。真主找到了，你就安啦。 对不对？你就安了，你不然你就不安呐、啊。这是你的真主回到体内，回到自己的殿堂，你就安了。说人叫真主安拉，是吧？也挺有意思的，对吧？啊，所以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他不搞个人迷信，不搞个人崇拜，连一个牧圣他都不允许大家留他的画像。你去他的这个神殿，我们在新加坡有十大宗教。 联谊会，我曾经前几年参加他的，因为我很喜欢搞宗教研究，我去他参加他们的活动。最后呢，有一年我们就去参拜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堂，因为我们都是联谊会的人，所以他们就什么都开放。最后到了一个地方，他不开放，一个黑帘子遮着的，就中心的那个庙中央的那个地方。我说：“你什么都给我们看，这可以看吗？”他说：“可以，因为一致。我不懂。” 里面是什么？到底是不是穆罕默德的像，还是真主的像？像我们都是最好的东西藏在最秘密的地方，结果是打开，空的，什么都没有。我说：“哎，我说你们拜的真主，原来什么都没有。”他说：“你们不说的那个老子也是无吗？佛法不是讲到最后也讲空吗？”他说：“那个就是。” 就是就是空中妙有妙有真空，它就是没有。所以大家不要向外呀、啊，一个人呐、啊，一个一个什么佛，一个什么菩萨，是这些诸佛菩萨都是我们的导师，都教给我们向内寻求你的真主，寻求你的佛。说《金刚经》上说：“以相求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若见诸相非相，是见如来。”你的如来。 不是别人的如来，你相信内求啊！说是有事不要乱往外求，相信内求。尤其跟老师实修实证，能把自己的这个佛请出来，自信佛释放出来，因为你本身有这个佛种，那你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到人了啊！因为你大雄大力大丈夫调御师，这是佛的时候对吧？ 十号几个号之一，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真的把自己的自信佛证出来了，莲花开富，它出来了，这是你的报身成就。自信佛成就叫报身成成就，报身成就了，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大雄大力，调御丈夫，天人师，这些美号，世尊，世尊就是世上都尊你。 天人师就是你，都是天界和人界的老师，啊、哦，所以说，这是我们自己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号，你要把它修正出来就可以，啊、哦，这个啊、哦，第三个问题刚好是这个问题，学佛学怎么知道是正法？啊、哦，正法，我们今天到了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在经中告诉我们有一个特征，大家忽略了这个特征。这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众。有的人很喜欢到处去找法，说找了一个师傅学不够，找两个，两个不够找十个，十个不够找一百个，一百个不够找一千一万个。 你找一万个就能找到正法吗？未必。为什么？如恒河沙众，恒河里有多少沙？说是这个什么师少，正法师少，邪师多。说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当时这个释迦牟尼要成佛的时候，大地震动，魔宫震荡，然后波王。 这个魔王波旬从魔宫降下来，先派三个美女是他的女儿来勾搭佛陀，让他从禅定中出来，不要去成佛。结果是佛陀不动，如如不动，不动尊。然后结果魔王来了，魔王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干扰释迦牟尼成佛。释迦牟尼还不动，最后成佛了。成佛了，这个魔王波旬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 你成佛，我是不能阻止你的。但是在末法时期，你的末法时期，那么我会派我的魔子魔孙穿你的袈裟，受你佛弟子的供养，误导他们不再成佛。这是这个释迦牟尼在经典上留给我们的原话。 那这个说明了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末法时期是什么？释迦牟尼住世的百年叫正法，百年后的五百年叫相法，就是还有点像佛，像佛的注释的时候的那个法的样子。当然，也有说前面五百年是正法，这个时间不重要。不管怎么算，到了我们今天佛涅盘的两千五百年，都到了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也就是说，你们这么轻着飘的去找的一个老师，没有去考师傅，没有去验证他，那么就轻着飘的去学的东西，到底是是不是正法？他说：“张老师，谁说的是正法？释迦牟尼说的就是正法，除了他老人家说的以外，都不是正法。” 这是从佛教来讲的啊，当然圣人体系还有很多，比方说人老子有一个体系，释迦那个耶稣基督有个体系，你们不要攻击人家，那都是圣人。我们只是说从佛教这个体系来讲，这个本师释迦牟尼是我们的师父，其他呢，观音菩萨呢，大势至呢，这个文殊普贤呢，哎，对不起，我们师兄，为什么叫师兄？因为他也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啊。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他们都是我，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师傅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佛法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导师，只有一个本事，就规范了，就是没有第二佛。第二佛没来，第二佛是谁？第二佛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来了没有？没来。什么时间来？这个释迦牟尼的法灭了之后，他才来。释迦牟尼的佛法还有多少年呢？ 据今天开始算，还有七千两百年，呃，七千五百年，也就是要满一万年。满一万年，弥勒尊佛的法才在人间广传，接续准备着娑婆世界变净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七千多年里面要学谁的法呢？只有一个师父，本是释迦牟尼的佛法，是原汁原味的佛法，不是张布生讲的佛法。 也不是哪一个大法师讲的佛法，但是我们今天看佛教界出现什么问题，山头林立，我是这个山的，我是那个会的，我是那个帮派的，这标榜帮派的都是别有用心的啊，标榜自己现在已经成佛的都是别有用心的，你不是这样记载的。 佛经不是这样记载。你成佛可以到他方世界成佛，这个娑婆世界，第二佛是弥勒尊佛啊，他现在还是菩萨啊，他现在是菩萨，他现在不可以说是佛。所以说我们称呼他的时候叫当来下生弥勒佛，你不可以说现在叫弥勒佛，你现在叫弥勒佛你就是错乱。 时空从来，因为他现在叫弥勒菩萨，他在兜率内院是一大菩萨，在宣示着经典，讲的谁的法？讲的释迦牟尼的法，因为他要护持他的师傅，护持本是释迦牟尼的法，不是讲的他的法。就像你们的这个现任的这个部长，对吧？人家在位讲的是人家的。 啊，那么这个呃，不是讲的别人，说是那么释迦牟尼现在的法，弥勒菩萨还在讲，说原汁原味的是本是释迦牟尼的法，这是这个大家要重视正法时代过去了，相法时代过去，现在在末法时代，我们看到很多人冒充弥勒菩萨在人间传法，我是弥勒菩萨啊。 你看，我们很多台湾的山头，就是号称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啊，搞那么大的弥勒菩萨，号称他们那就是都都摔内院怎么怎么样的？实际这都是什么？这都是邪门歪道，这都不是正法。无论释迦牟尼所教，还是弥勒菩萨所教，那么所有的教法，什么是正法？回归众生。 都是佛，都堪作佛，都有佛种，都能作佛。这个叫法上，也就是说，一个高中老师教学生，他是教学生考大学的，不是自己考上大学了。学生一个没没成功，这样的高中老师一定早被学校炒鱿鱼了，不用他了嘛。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释迦牟尼的法还在。如果释迦牟尼的法， 不能教我们成功，那释迦牟尼的法就应该没用了。但是不是这样？不是，现在还很很有用。那么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明白的老师，指导你去回归自己原本是佛种，自己应该成佛这样一条修炼路上。他们为了名文利益啊，标榜自己是。 什么什么佛，自己已经是达到什么位儿了，然后搞山头，搞帮派，为了名闻利养、虚名，甚至有人在下面，这个把自己都做成佛的样子了，佛像已经没有三十二庄严好了，三十二这个相好、八十随性好了，他自己长得不咋地，还按照自己的样子做一尊佛像出来，让大家去拜。 这就问题很大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凡是敢敢给自己现在他活着就造像的人，都不是佛陀，因为佛不让我们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怎么讲的呢？就是依法不依人，依释迦牟尼的教法，不要以这个在教释迦牟尼的这个人。 也就刚才老师讲的，你不能种情花毒，对哪个老师有感情了，这就了不得了，啊，这个就是梦寐以求了，这就出了问题了。你要反思自己，纯情既堕，诗和图都要堕落。所以今天很多人很重感情。 我在这个帮派多少年？我在这个山头多少年了？我这个就对我就我们这是好的，就我们这是正的，这就中毒了，这就出了问题了，这都不是正法。所以今天讲正法，就一个法，就是什么？你是佛，你是如来种，你要成佛，要成佛要怎么去成？ 那么我们现在是凡夫，去凡夫性，还归自己的如来性，不要再做凡夫种。这个是我们众生是怎么变成人的？实际上，你是什么种子很重要。狗，你是个狗的种子，一定最后长成狗。 是个马的种子一定长成马，是个苹果种子一定长成苹果，是个人的种子一定长成人，是个佛的种子一定长成佛，这就叫因果。元熟的时候，它一定会结果的。说是这个，在中国有个圣人叫老子，他说的很清楚：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气成之。就是我们人原本是个什么东西？ 原本就是一点光，因为我们简化版的说这一段这个你是什么光？你是阴和阳碰撞生成的光。大家知道，一个阴电子和一个阳电阳电子碰一块啪，电火花生成的。火花就是火光，就是光。说这一个光激活了一个什么光？激活了一个光子。说是那么。 这个碰撞的时候是父跟母相爱的时候，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所以他俩有情以后，父为阳，母为阴，砰，产生了一点光，在母亲的子宫里面。这个时候，精子和卵子借着这一点光相遇，盘结在这一团光上，这就是一个受精卵细胞。 说我们最早是什么？最早就是一点零，这一点零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因为你只是一个卵细胞里面的那点光，你想你有多小？细胞里面的那点光。说今天科学家叫的光子，小到什么程度？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说我们原本有多大？今天张卜生在这儿长这么大个子，原本就这么大吗？这是他吗？ 这是他的身体好不好？张卜生的身体，你看准了。张卜生的灵在哪？是张卜生的灵，它是母灵，就是一个点儿，就是一点灵光。这一点灵光上面染了父的 DNA，染了母的 DNA，然后这一结合，里面有父的白菩提，母的红菩提，他俩一产解，三生万物，中间是一点灵光，哎。 这这个父和母得交烟，就是两个相亲相爱得交烟。哎，最后交在你这个光点上，然后这个时候叫物行之，就是你是人的种子，那么开花结果长一个人。假如当时不是人的父母，是狗的父母，那么它交光了，带着狗的 DNA，所以是你最后。 物形制你物种是狗，然后长出一个狗的身体来；它是一个植物的种子，它就长出一个植物的形态来。说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众生皆有如来性，都有如来种。如来种是什么？佛种是无量光，佛种就是光。什么是佛？佛不是人，佛是无量光。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翻译成中文叫无量光，好不好？是不是？那你就知道哦，无量光是佛，那么我是佛种，是无量光中的一个种子，一个点儿。这个种子长大以后，它也可以成一尊佛，就无量光佛。那你也就成佛了。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是你。 具备了佛种可以成佛，但是你因为上面染了父和母的 DNA，说是你是染了人的种，不是佛种，说是是有佛的种子包在人的种子里面。那么你需要借助此生或者接下去的几生，使染在你这个种子上的父父母母，因为你可能染了很多事，那么上面的所有的黑子。 白子不透明的这个颗粒，这些物质变成光子，都变成无量光了，那你就成佛了，你就由人种变成了佛种，就真正的可以成佛了。说这个叫物形质，气成质。有的人长这么大，有的人长得矮，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黄种人，这叫气成质，容器不同。 看你这个载体，这个气，高大的人就大了一点矮小的人他就气就小了一点。除了这个形体之气，还有心量之气，这就是人的格局不同。同样是一个矮小的人，他是个伟人，邓小平，长得高吗？很矮，对吧？啊，好像不到一米六，一米呃一米不到一米七，一米六几，但是他是个伟人，他让这个十几亿人吃上饭了。 了不得，格局大，形体是个气，心量更是一个气，说气成者，形成了一个伟人，形成了一个凡夫。人跟人不同，是以气量、心量最终决定的。说这个，大家搞明白那你就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你要完成什么事儿，把累世父父母母。 带在你零点上，外面的因缘了掉。这了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完全是人。为什么？你可能是有一世是做动物的，有可能有一世是做畜生，呃，做这个呃恶鬼的，做地狱众生的。所以你可能做天人的，甚至那么我们非得把。 自己在种子外面的六道经历的所携带的业力，通通释放掉，都变成无量光，那么才能够还原自己，成为一个活泼泼、圆坨坨、光灼灼的光而不要的一个灵体，我们就成佛了。那这是释迦牟尼传递给我们的正法，就是。 我们这一生要重视两个实相，一个实相就是我们的本体是一点零，所有六道众生的本体都是一点零开始的，只不过是动物染了动物的因果 DNA，植物染了植物的 DNA，我们染了人的 DNA。但是你生生世世未必只是一个人，说谁谁这么讲？释迦牟尼都做过大孔雀嘛？你们刚刚参加孔雀明王法会。 那个大孔雀明王，哎，大孔雀，他就是释迦牟尼的一世啊，对不对？他那一世啊，是不是啊？那你知道，释迦牟尼不光做过这个孔雀，他还做过鹿王，在本生记中，他看到说，哎，谁也逃脱不了六道生死轮回的客观事实。你不是说有的人说我不怕死？我说，为什么不怕死？ 反正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laughs> 我说你是一头好汉还是一头好狼？<laughs> 你有没有想一想？哎，你一定是好汉吗？未必，没有说人死一定为人，这个出生死一定为畜生了。所以我们侠满人生一德极其宝贵，我们不能够不修不正，我们必须用此一生。 去完成自己还原成佛，那么要还原成佛，肉身不能丢，又肉身拿来做什么？做模子，因为要造就一个三十二相好、八十随性好的一个，呃，一个一个金刚身出来，就是你的报身从肉身要变成一个金刚身，那么人体要拿来做模型，到这个金刚佛出来。 说是你要修德，貌由心生。我们修德的时候，我们的相貌就变了，相貌变了，然后你就把自己的金刚佛练的像个佛样子，啊，不是那个不庄严的样子。说是貌由心生啊，那么积累福报的人越来越庄严，越来越圆满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的。 就是肉身不能任由它损坏，很多有些人修净土、修什么法门的说：“哎、呀，这个臭皮囊啊，早些丢掉算了，没有用的。”那这个佛陀为什么说人生难得啊？啊，人生难得，你为什么随便把人生丢掉了？啊，说是最好是一生成佛。谁为我们做了榜样了？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我们那些师兄。 文殊、普贤都是人，维摩诘居士也是人，啊，不是局势就不能修成菩萨的，啊，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舍利弗，啊，这个目犍连，这些都是人，活生生的人，跟释迦牟尼一样，他们是在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活着的时候，他们成了阿罗汉，他们成了菩萨。 不是死后转世为菩萨，不是死后转世为阿罗汉。说我们今天在末法时期很难听到这样的事实真相，但这真是一大事实。这不是张卜生说他才变成事实，这些诸佛菩萨、这些诸大阿罗汉，事实就是人家活着成的金刚身嘛，不死身嘛。谁来讲呢？你很少听到有人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他自己都不相信，他都自己都不相信，就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些方法，没有得到得到这样方法，他就不敢讲。否则你说，师傅，那你教我怎么活着成菩萨？你教我怎么活着成阿罗汉？他说，嗯，我也不会。那你就对他没有信心了，哎，他就收不到红包了，呵呵他不干。这大家知道，逢是不敢这样讲的人，没有法。 没有成金刚身的法，这是要验证，就是你找师傅，你是否真找到师傅，真找到体系了，真找到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原教义了。如果没找到，不停的找，只要你有这个真诚心，要一生成佛，一生成菩萨，一生成阿罗汉，你只要有这个恒心，有这个信念，龙天帮助你。 天龙八部，他是护法的，他会一定会满你的愿，带着你去寻找这样的师傅。寻找这样的师傅，你还要不要听他忽悠？你还要考师傅？孔子说，以前呢，他听人家说就信了，后来他发现人心不古。你想，两千五百年前人心就不古了，现在呢，那更不古了，因为叫现代化嘛。 对不对？哪里叫古？说是现在的人更现代化，更不古了。说是那孔子教我们什么招呢？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哎，你说你能行，我看你行不行？<laughs> 哎，这个叫行道育人间。能行道育人间呢，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如果是他自己连个道道都没有，也不懂行道于人间是什么的，那你就不要去找他，白忙活，白忙活，你会浪费此生的。说是,是？总结一下，什么是正法？教给你一生、一生、此生成就的法叫正法，因为释迦牟尼的教化就是要你成佛的。 为什么还要等来世？为什么还要到极乐？为什么还要去经过三大阿僧祇节说是那都不是真正的正法。那这个叫什么叫方便法？我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往生诸佛净土法，这是什么叫方便法？为什么要方便？因为当时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这个释迦牟尼讲。 《阿弥陀经》只讲三会，讲三会都是有因缘的。那么主要的因缘是什么？他要救一个国王，这个国王被他儿子害的形体已经毁坏了，然后生命不久了。说释迦牟尼就是说，教你一个往生西方极乐法吧，因为他的这个肉身马上就不能够再用了。说大家这个活蹦乱跳的。 你不要只学这一法，要不要念佛？我也念，因为我又不保证我今生能成就，我不能成就，我第二个愿就是什么？第二个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这一生没成就，肉身没成佛，啊，那个下辈子能不能做人，谁也不能保证，不是、啊？佛也不给我们保证。好，我我我不干了，我去极乐世界，慢点就慢点但是我不堕落，我不推转。 说西藏人他这个学佛，他发三个愿。第一个愿是什么？就是愿今生成佛，立地成佛。今生就是这一生，没有第二生。不能成佛怎么办？不能成佛，愿往生诸佛净土，弥勒净土也可以，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弥勒净土相对容易一些，叫愿往生。你这个到死的时候，我都想去想去想去就可以去。 啊，这个法简单一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法呢，哎，稍微难一点。为什么？要若一日，若二日，呃，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那你就是大菩萨了呵呵，比较难。但是要不要？要求，求什么？求八大菩萨接引。啊，这是释迦牟尼的这个经中告诉我们的，这个我们不能去。 他们抬着我们去，带着我们的业，带业往生，可以实现的。这是一门很好的方法，但是不要你年纪轻轻的就只练这部法，好不好？啊，你年纪轻轻的为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乳母动生，等着你去救。这个《楞严经》告诉我们，这个到了这个什么污浊恶世，事先入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末法时期了，确实是末法时期了。 那这个末法时期，它是个污浊恶世，污浊恶世，我们事先入，这是大菩萨。为什么发誓先入到这个污浊恶世？他一定会染我们吧？因为乳母众生在这里，我们要度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父父母母，都是我们的子子女女，都是我们累生。 的亲人今天转世在这里，甚至转世到六道。所以说，我们头一天传灯，我哭的不行。为什么？听那歌说是约好了的呀，约好了的呀。今天在这里，我们母亲和我再见面。大家可能很多父母都还活着，但是约好了的是前面七世的父母啊。 你心疼你今世的父母，那上一辈子的父母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他可能在地狱里啊，可能在恶鬼道啊，也可能在天上，也可能在人间重新转世为人了、啊。但是你约的是他的灵啊，你和他约好了这种大法会，这种我们一起修道的日子一起来，和他约好了的，约好了来一起修道，约好了带着他出六道轮回。 然后去诸佛净土，约好了一生成佛的，是跟自己生生世世的亲人这样约好了。所以你必须，此生我一定知道这是个污浊恶世，我成愿再来度如母众生。你要度如母众生，你自己要会游泳啊！你你你你要有个人掉水里了，你自己不是不会游水，你梆能跳下去？你跳啥呀、啊？ 你不添乱，为什么？人家有个会水的来了，有一个人落水了，他把他救起来，很容易的事儿。结果你老人家不会水也跳下去，他一看里面俩，一个离岸远点，一个离岸近点，他要先救你，再把那个人救。等把你救上了，那个人淹死了。说大家不会不要添乱，你不是那个教练，你不是游泳的健将，你不要往下跳，你喊人。 说我们自度不了众生的时候，我们求师傅，喊阿弥陀佛来，喊这个孔雀明王尊来，喊他们救一救我的母亲，救一救我的父亲，救一救我的累世亲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来，因为没人帮他们，大家都要去极乐世界逃跑，买好了门票。你们回到家里，家里的房子着火了。 你一看，哎，挺好，我买了美国的双程票，我现在坐飞机回美国，烧了就烧了吧。家里哇哇啕啕的哭，你的孩子在哭，你的丈夫在哭，你的老婆在哭，你的父母在哭，救命啊，救命啊！你看着那些手伸着在火海里面，你依然的坐着飞机去极乐世界了，多么残忍的事情！我们。 末法时期传法很恐怖，自私自利，自己逃跑，只管自己成佛，只管自己去极乐世界，哪管其他众生？但是你是约好了，他们可能这一生不是人，他们可能没有找到明师，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听闻孔雀明王法，你为什么没有等他们？你为什么不来救他们？为什么不来带着他们一起走啊？ 所以《楞严经》是邪魔外道首先要灭的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鼓励诸大菩萨再来，我都怨不了，我一定成愿再来。我都修成了金刚身了，我一定再来。我可能堕落不要紧，我只要还没堕落，我就去度众生。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寻求的正法是什么？敢敢的自修自证。 有大威力，有大威德，有大神力，去度众生，这是菩萨道，这是真行菩萨道。所以你没有能耐不行。所以说我们事先入入来干什么？入来做法王，谁是法王？我们心中都有个法王城，你都有个不死的佛在里面。 你需要在这个法王城里把自己的心王、把自己的佛释放出来，放光明，替众生照光明，替众生点心灯，替众生送一程。所以我们是干这个的。所以污浊恶世事,事先入，然后来了以后做法王，那么度尽众生是成佛。 正法永住，这是正法，就这一个法，这是什么？这是菩萨道，不是自了汉，不是自己跑去极乐世界就完事儿的。我们大家听这种法很稀有，很少，没人讲，要么就搞做善事、捐款，这就行了，这就是佛法。有一年，新加坡那边搞这个。 为赛节庆祝，海报打着大大的“诸恶不做众善奉行，是诸佛教”。丢了什么？太恐怖了！诸恶不做众善奉行，是为天道，要纠正过来。诸恶不做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 把个自心其意拿掉了，用一个染心，我捐钱，我有功德，我这个做好事，我可以成佛，这是错的。做好事一定成天的，那是天人福报。把一个天道偷梁换柱换到佛教的这个里面来了，这就是欲界天天魔他们。 计谋得逞，就是让你做善，一辈子不找师傅、师修师长，然后以为是佛教，太恐怖了。他们成功了。今天全世界有几十亿佛教徒，但是差不多也有几十亿在修天道的，不修自净气，不懂得用自己的净月轮、宝月轮。 内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呃。你就是没有自净其意，没有圆成一心，这个法丢了。但是我们根据历代祖师的传承，现在极力在弘扬这个法，这个止观法，我们都是公开传授的，说大家要重视，要修，一定要从止观开始，因为你不修这个宝月轮，你没办法自净其意。 你没办法真正的是佛之所教，你不是正教，你不是正道，你不是佛门正法，所以大家要重视，不要只修天道，自净其意是佛法的核心，这样才能够净色身，才能练出来，你的净意成就了净土。 所以大家要知道，正法永驻很重要，靠你们，靠你们听到这堂这个答疑课的人，不要再去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累世的亲人，我们放不下，因为我们跟他们约好了，一定要带他们去出六道轮回，出这个苦海。 不能看见有一个孩子还在火海里挣扎，有一世的母亲还在水里泡着，要淹死了，不行，于心不忍，这是大悲心，这是菩提心。说是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金刚顶宗发菩提心论》中特别强调这个。 叫菩提为因啊，菩提这个大悲为根本啊，说是一定要有这个大悲心，你才是佛门根本，一定要有菩提心才是种子。菩提心是什么？在后面的解说中告诉月轮即是。什么是十相菩提心？十相菩提心就是你必须证出自己的月轮。 必须圆成一心。我们中文的心字，一个左一个点儿，一个中心一个点儿，一个右点儿，下面一个半圆，半圆就是代表月亮的意思啊。所以是那么就是你要把左眼、右眼、天目聚在一块儿，刺激松果体，使自己的这个十五的月亮悬挂在自己的额前，这就完成了圆成一心了。 这是一部秘密的方法，这是天台止观很核心的东西。那么今天不懂这个的法，可以说不是正法，因为你没有自尽其意的本钱，要用这个月轮进去照见无影结空，所以叫观自在菩萨行深。 般若波罗蜜多，十照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这个时候才能用色和空互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用自己的心造万法，再造法王城，再造自己的极乐世界，再造净土，皆因有缘大众出离苦海。 这是正法。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是这样教学的，才成就了很多菩萨，成就了很多的阿罗汉。今天你们天天就是去念经，天天就是去听经，天天就是跑道场做法会，而忽略了自己的自修自证，忽略了找这样的一个自己成法王的方法。你不单不能够自度，你。 你不能自觉，你连觉他就更痴心妄想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觉，怎么去觉？人家。自己的觉字怎么写的？觉字是一个宝盖儿下面一个见字。见字是什么呢？见字在我们的甲骨文中画成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像眼泪，然后里面有两横，底下两个叉。 结果我们跟今天科学家解剖学发现的松果体是一个一个东西，你这一看就知道是松果体。但是见”“见”是什么意思？那么“觉”字是什么？你要刺激松果体，使它放光，如大圆镜智展现法界实相，这些叫自觉，你才会看到龙天，才会看到二十八重天。 你才会看到地狱众生在那嗷嗷的等着你去救，看到恶鬼道众生那么痛苦，看到八难横死的众生，他们在阴阳两界每七天要死一次，再受尽那个折磨，你都看见了，你都照见了，这必须把松果体的钙化激活才能完成。说现在科学家都给我们解密了，那跟佛法一致的。 我的师傅第一个师傅是禅宗师傅，是曹洞宗的，叫吕少侠。当年跟我说：“你要好好学佛法，然后你要好好学科学。”我说：“这个师傅，科学跟佛法有什么关系？”他说：“未来科学救佛法，科学救佛教，科学会越来越证明佛教释迦牟尼教的是一大真实相。” 一大科学家，果真，他这是一九，我那年是一九八六年见到他的。这三十年后，我们今天的量子科学、DNA 学说、量子场论、量子纠缠这些所有的科学，足以证明释迦牟尼是个大科学家。所以大家要知道，正法永驻，我们这个菩提十大愿望啊。 什么是正法，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方便法，一定也要懂得。啊，那么在西藏这个第二个愿实现不了，人家还留了第三个愿。第三个愿是什么？就是万一我连西方极乐世界都不能往生，弥勒净土也不能往生，我怎么办？是我希望我。 舍弃自己的天赋，因为他们一生就讲捐款赞助，就做无量功德嘛，他一定会升天道嘛，啊，人家做叫长生天嘛，所以他一定会升天道的嘛，所以他说我不要天赋，我用自己积累的所有的善，再次转世为人。那我为人我还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让我做富贵人我不要做，为什么富？ 家多败子，只知道享乐，不知道修炼，迷恋在物欲的沉沦中。第二个愿是什么？生在穷家，我不干。<laughs> 这个我这个在国际上到处走，这个有很多人很想学，学不起啊，因为我们有要养道场，我们整个的全世界现在一个月我要十五万新币。 也就是你们的四十四十五万马币，我一个月养五十多个员工，我们在全球有五十多个员工，还有正常的其他的一些开销，四十五万马币一个月的费用，你算算一年要多少钱，说我们必须收学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接受捐款的机构，我们没有捐款，我们都是收学费，啊，就是这个样子来支持这个道场的发展。 有些人他学不起，所以说是为什么？你们这一生如果不成功，也要发愿下辈子不要生贫寒人家。生的贫寒人家，你这个一生为吃和穿都都忙不过来，你没有机会修道了，没有机会修。所以说，你看西藏人特别有智慧，啊，他第一个愿愿今生成佛，第二个愿愿往生诸佛净土。 第三个愿实在不行还做人，但是穷了不干，富了不干呵呵，不穷也不富，也不缺吃也不缺穿，啊，我去上老师的课还要有点钱，说是这个你们上一辈子都没好好发愿，啊，说这辈子很多人想上老师的课没钱穷，没钱有办法，好好求孔雀明王，好好求财神。 啊，我们这个方法里面有五路财神法，有这个财神法等等的很多招就是给你机会改造命运，使自己福报来。这实际上在密法里面，它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一个方法。为什么？你福报不足的话，这个释迦牟尼在这个阿弥陀心中都讲到了。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的人说光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阿弥陀经》所说。《阿弥陀经》中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不可以少善根；第二个条件就是跟你们的钱多钱少有关系了，不可以少福德啊；第三个是不可以少因缘。 说是这个《阿弥陀经》中讲的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往生者，什么意思？这三个条件不具足，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难，很难。所以大家这个上不起老师课的人，不要埋怨老师，埋怨自己，上一辈子发愿没发好，哎，这一辈子积福报积得不够。 说积福报怎么积？很简单，贫女点灯的故事你们就知道。到底一个人捐多少钱，他就是在积福报。每次发会要捐多少钱就积，不是是要你的心，不是要你的钱，是你要舍，大舍大的，不舍不得。你要不心疼，真舍，心舍出去，舍多少他就得多少，叫舍得舍得。 说当年有个贫女点灯，然后这个那是在中国那个时候发大水，河南那个地方发大水，有一个村子被水淹了，没有办法，全村人出去讨饭了。讨饭，其中一个女的呢，就这个讨到半文钱，这个半文钱连半个馒头都买不起，就是吃不得一顿饱饭，她就很感慨。后来就看到一座一个庙。 他就拿这个半文钱进去呢，捐，捐给庙上。这个老和尚呢，当家和尚看到这个贫女来点灯，就亲自为他做这个忏悔法、祷告啊、消业障。结果他这半文钱换来的那个灯油特别耐烧，烧半天都烧不干。人家那个很多钱买的灯油很快就烧干了，他这个烧不干，这个很奇怪。 结果是等到这个灾害过了以后，这个贫女呢，呃，回到家乡，回到家乡遇到了什么？皇帝选妃，啊，以前的皇帝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选妃，然后到民间选才女，哎，结果她就被选入宫中，选入宫中以后就被皇帝看上，就做嫔妃，最后升为娘娘。这个她就感恩这一盏灯，感恩这一个庙。 所以他就敲锣打鼓，拿着万两黄金去谢恩，结果去了这个庙上的时候呢，这个老和尚没出来，交给他一个小沙弥一个小小徒弟，说你去接待吧，你去替他办办忏悔就行了。那娘娘就特别生气，那当年我半文钱，你当家的这是很长老吗？这是很尊贵的替我。 办忏悔，那么今天我拿万两黄金来，我怎么换来的一个小沙弥来给我这个做忏悔呢？他就找那个保镖的，然后叫老和尚出来。老和尚出来，出来这个说这个娘娘就问说为什么？这个老和尚说，当年你的半文钱是你的全心全意，那是你仅有的所有的财产。今天你敲锣打鼓的。 张牙舞爪的弄了万两黄金来摘僧，摘僧来点灯，你这叫炫耀，你这不是舍得，你不是真舍，你不是真的心向佛，说是你不真心向佛，一个小沙弥给你办忏悔都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娘娘很忏悔，说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就是说什么叫功德海。 功德海不是你的钱捐的越多，是越是功德海，是你自己的心相应了没有？你心求了，真求了没有？真动了没有？真动了，诸佛菩萨相应，龙天护法护持你，让你一定顺顺利利。所以你们中间很多人求财不得财，求子不得子，求什么都不来，什么原因？心没动。 心不相应，心不相应，那么就没有感应到教。诸大护法、龙天不护佑，祖先不帮忙，然后诸大菩萨也无能为力。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讲的善根、福德、因缘。福是福报，德是功德啊。然后我们要空心。 无心来捐赠，无心来做就变成功德，就在自信里面做，那就是功德海，半文钱就是功德海，啊，你有心做，有心炫耀，啊，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福报了。所以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末法时期，很多道场。 啊，鼓励大家捐钱干什么？然后写一个大大的功德方名写个什么？实际这都是把人家的阴德和功德、玄德变成了阳德，这都不是佛法。佛教没有表扬人的，只有骂你的份为什么？骂你是帮你消业障，没有表扬一下，张灯结彩一下，这个。 大功德如给一个什么什么的极高的待遇，这样那不是正法啊，那不是正法。所以大家要重视呢，呃，什么是正法啊？这个学佛学怎么知道是正法？嗯，我想大家有点明白了啊。但是要真知道什么是正法，实修实证啊！你这只是跟着师傅学炒菜，看师傅在炒，你没有炒。 你要实事求是，你就有鉴别力了。你在这个魔法时期，你就知道什么正，什么不正。我们这里不说邪，说不正，什么意思？我们朝一个方向走就是正的方向。我可以用十分钟、半个小时，我到家。结果你非得跑去新加坡绕一圈再回来，这个叫什么？不正路，叫旁门左道，叫邪门歪道。 你歪了道了吗？你不正了？你半个小时就回家？你你目的地是回家，结果你跑新加坡绕一圈，走错路了才回来。我们到末法时期，很多邪魔外道是用这种伎俩，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青春，因为人生真的很宝贵。如果你精进，三两年就有收获了。 所以他们就不让你精简，让你带着你去转圈儿，带着你去浪费时间。你以为是你在学佛法，实际上中圈套了。就是认识正法，让正法久住，很重要。正法，中文的“正”字是一个“止”，上面是“一”。什么是正？仅此一法是。 离开他，不是，这就叫正。没有说这也是佛法，那也是佛法。我们从正法来讲，只有一法。这一法是什么？你早该成佛了，没有掌声啊！你早该成佛了，因为你原本是佛，就这么一个正法。你为什么还不成佛？你还要什么时间去成佛？ 啊、哦，所以是我们也该到下课的时间了，十点十五了。讲了三个问题，讲了一晚上，但是我想大家也听出点味道来了。剩的还有二十几个问题呢，我们以后再找机会跟大家交流。这个谢谢大家，这个大家要经常来这面拥护这个道场，经常参加孔雀民谣法会。 这个大家觉得奇怪不奇怪？昨天这个一整天没有下一滴雨，今天又下雨了。昨天之前每天都下午下雨，啊，那这个就告诉做了一个实验，告诉大家，真有龙王啊，真有天龙八部啊。我们在诵经，我们要办火供，我们要度众生，所以是。 他们就真正的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来护持整个的周围结界的这个法坛道场。所以我们的昨天做火供，一天没有下雨。啊，结果是我们在做火供的时候，这个往城市那儿看，又是电又是闪又是雷的，乌云一片。那为什么只有我们这周围没有雷电，没有下雨？ 说是佛法是有实验结果的，就是你真做对了，它真好使。好，最后祝愿你们早日成佛，谢谢。